杨紫凭借在《长相思》中的出色演技，入围了第29届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。这次白玉兰奖的提名，这无疑是业界对杨紫演艺生涯的一次重要肯定，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了她的实力。在保持出色演技的同时，杨紫也不断在荧幕前保持良好的造型。杨紫深知头发对于形象的重要性，为了保持发量的清爽，养护头皮。 他选择了养元清作为他的养发秘诀，无论是在镜头前还是日常生活中，他都能以最佳状态出现在公众面前，展现他的魅力和自信。从《欢乐颂》的女配角到《长相思》的女主角，杨紫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坚定。杨紫凭借《小妖一角》成为入围今年白玉兰奖名单里唯一一位古装剧女主。在《长相思》中，小妖在前期一直是男装扮相。 男装扮相虽不惊艳，但很淳朴又接地气，演技自然，非常讨喜。后期恢复王姬身份后，小妖也换回了女装，唐风古装超美腻，每次出场的服装都很高贵脱俗，百变发型更是惊艳观众。无论是高高盘起的发型，半披发造型，还是空气刘海，看起来都清爽又端庄大气，显得十分精致。杨紫正是凭借这乌黑浓密的秀发，让轻松打造了百变发型。 小妖火爆出圈的发型让观众们纷纷跟着叫春学习，而观众们更想要学习杨紫浓密发量的秘诀。紫妹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令人羡慕的浓密秀发，离不开她对头发的精心呵护。作为养元清品牌的代言人，她分享了自己的国风养发方式，以植物力量控油、防脱护发养发，让头皮回归清净健康的状态。 在剧组拍摄结束后，他会用养元清控油防脱洗发水搭配轻柔的头皮按摩手法，清爽控油。洗发后再用养元防脱育发液营养头皮，这种一洗一浴的搭配使用方式，让他的头发始终保持柔顺光泽、健康蓬勃的状态，为各种造型提供了完美的基础。养元清作为国货防脱赛道 TOP 品牌，养元清控油防脱洗发水融合侧百叶提取物，控油效果显著。 搭配是橙子、三七根、川芎等珍贵植物成分，滋养头皮、稳固发根。而养元防脱育发液则以侧百叶、三七根、苦参根等天然成分，改善毛囊健康，促进毛发生长。一洗一浴养成姊妹同款女明星发量。此外，养元清控油防脱洗发水荣获育发类国家特装自豪证书，而养元清防脱育发液还荣获国家防脱育发发明专利证书。一洗一浴专业防脱。 跟着杨紫用养元清一洗一浴准没错，头皮清爽无负担和秀发焕然新生的秘诀，原是养元清控油防脱洗浴套装，快和杨紫一起用上养元清，养好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，一起感受发量蹭蹭蹭的快乐吧。